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中和的青州小菜，这是这间店这边的样子。好，在市场里的店，上次有来过，但是没有吃，那今天就来试试看。好，那感谢热情的老板娘啊。啊，在圆山路148巷30号，哎，感觉这好像都素的哦。好，啊，感觉这边菜都素的啊。对，全部素的。啊，那我要那个苦瓜跟南瓜。你在这里吃吗？这边吃，嘿。苦瓜、南瓜跟高丽菜好了。好。然后一碗清粥。OK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哎。那老板娘，营业时间可以顺便问一下吗？可以啊，你讲啊。哎，就你的营业时间，哎。我6点多。开始就营业了。哎，好 ，OK， 嗯。6点。好，6点到10点啊。对啊。好，那就试试看啊。对啊，外面来吃的，吃一碗东东的。好，口味还不错。要不要烫着？哦，好。有豆子是不是？豆子有。啊，老板娘蛮热情的啊。好，那素菜口味做的还蛮不错的。对呀，他有摘西瓜的，他每天都有都会去摘呀。嗯，好吃啊。然后再试试看粥。好赞呢，蛮好吃的，都很好吃的。好，粥青菜差点跑了。嗯。哦，高丽菜吃起来也很清脆。好，蛮赞的。好，这样店家又很热情，那我觉得是满分啊。那要吃素菜的朋友，就是可以来这家啊，中和，他就写青州小菜。哦，菜的口味都蛮不错的哦。好，喜欢吃素食的朋友可以来试试看哦。好，这个又漂亮又贤惠的老板娘，很能干啊。老板娘说她这个几乎都没有休息的哦。好，菜色非常的多样，然后好吃美味。然后粥也很好吃啊。那请问我的多少？哎，你这55块、哦，而且超便宜啊。对呀，便宜啊。哎，老板娘是越南的朋友嘛？哦，一碗吗？啊，好，辛苦了，越南的朋友啊。哦，不是，我是柬埔寨。哦，柬埔寨啊。我不是越南。好，老板娘辛苦了，加油。加油。哎。谢谢，好，谢谢你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有空再来呀。啊，谢谢。好，那老板娘真的蛮热情的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紧接着就到这个好久没有来的高雄猪血汤、猪杂汤。好。好，老板娘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好啊。哎，早。那我就要那个猪杂汤这边吃。好，你要加猪血吗？好，都加。嘿。好，炸的哈。哎，对，谢谢。好久没有吃了，超级怀念呢。老板娘内用。
好哦。羊肉干了。好，羊肉干今天要蒜泥吗？要。好。热腾腾，热腾腾啊！老板娘最近生意好吗？还可以。哦，还可以，因为我记得你上场上了一次平面媒体的报道。平面媒体，还有那个电视节目也有。哎，赞！就恭喜现在越来越红了。要这么说，大家支持跟照顾。哎，好了，你要坐哪里 ？OK。哦，好久没有吃到了，超怀念的啊！满满的好料。嗯，哦，这个猪血嫩嫩嫩嫩嫩哦，真的很棒。啊，这个酸菜香气真的非常的棒，还有这个肥滋滋的大肠。可以加上这个佐料来沾呢、啊。哦，好吃哦啊！哦，满满的好料啊！猪血嫩，然后猪杂香，嗯，哦，最重要就是它的东西新鲜的啊，所以沾酱跟不沾酱都好吃，嗯。哦，真的很赞。哦，这个猪血跟猪杂一起是真的相当过瘾啊！哦，样样都新鲜好吃啊！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来吃过了啊、哦？现在这家很火、哦。啊、哦，完全没有腥味的猪杂汤，真的非常美味啊！
吃到赚到。好，那如此美味就等各位朋友品尝，超赞。好，那老板这个今天要处理猪血，让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嫩呢？对，因为你看哦，你看这边这个有一个洞一个洞一个穿孔，这个哈、哦，它这个就是有空气，嗯，哦，就是它灌猪血的时候有空气在，所以它才会这样子不光滑。那其他这个哈、哦、就是 OK 的，有板膜在，所以它就是很光滑。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啊。对，那我可以拍一下。可以，就是那个孔洞的地方。好，各位朋友认明啊，这样这是正系列啊、哦，哦，正系列低位啊。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哈、哦，我们这个切除掉哈、哦，这个就不要了。哦，有没有看到、啊、这个就是它的孔洞的，就很漂亮，有空气的。那我们就是要把它的腥臭味，你看这样很光滑。那有切过了就不一样了。嗯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就是要放着水让它一直流。把它的血水的腥臭味把它走掉，嗯，然后后续再加工去煮的时候，还会比较好吃啊。哦，这样，对，这个是有挑过的啦，经厂商帮我们挑。好，那就谢谢老板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真正的猪血啊，据说真正的猪血也不太多，不多了，不多了。所以这一家就真正的猪血哦。好，那就感谢老板详细解说。然后不管是这个猪血跟猪杂都好吃又美味，而且又很平价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当第三回合就是这个之前曾经吃过非常美味的这个芋头粥。哎，老板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好，那我今天叫那个大碗的芋头粥这边吃。那我们就这个再回顾了啊。老板讲说话，这个芋头就是取芋头心的部分，我还记得啊。好吃又美味，就是在这个菜场才吃得到。好久呢。啊，这个芋头都是现煮的，看得到哦，所以非常的美味。好，第三回合啊，这个本日精彩再回顾啊。这家芋头粥真的超好吃啊。哦，你看看啊、哦！哦，芋头绵密而浓郁而香醇呢、啊。哦，真的超好吃啊！哦哦，这个芋头的浓醇香吃起来真的是爽，嗯。真的爽，好像是另外一个 YouTube 用的话。好，总之真的很美味了啊，赞！哦，香喷喷，香喷喷的好，而且它炖煮的刚刚好，不会太软又不会太硬，然后咬起来这样子软硬度刚刚好，真的很赞。然后将这个菜脯，真的不错。哦，就是好吃，还有丢啊。好，那连续三家都是满分，个人觉得很赞啊，好吃到爆炸啊。第一家是素食啊，然后老板娘亲切，然后又认真。
第二家是这个好吃猪掌，然后好吃料又多，第三家就是芋头香，慢慢香，慢慢香，三家都超级赞。好，那一定要尝尝看啦，但是这个要明智的判断自己要不要决定来吃的，但是我觉得是不错。好，那个人觉得是在这边是非常美味的芋头粥，老板谢谢，哎，拜拜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隔壁扫一下，刚刚这个猪杂汤老板娘讲说这一家的红豆饼也很美味，那给各位朋友看一下，那我现在吃不下了。但时间到了，这家的豆饼好看啊。好，这几家都差不多都在附近而已。好，这家素菜的也很好吃。好，那老板娘蛮认真的哦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这样加油。加油。那你在桃园已经住很久了吗？对，我在家里住很久了。哦，这样。谢谢。好。好，那最后菜市场就小小的逛一下啊。好，那就感谢今天店家都非常的亲切啊。这个红心芭乐也很漂亮。感觉老板娘很会吆喝啊。五十块，好。张干娘，阿蜜。我要马上去拿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先放点先。坐公车站时，请小心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。然后菜市场是这个算是平民的宝库啊，东西好吃便宜，然后可以自己来搜寻，然后食材也非常的丰盛。好，那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